十三公社六月第一次上新，瑞典球来啦！现在给大家先看一下这个球，整体和漫画里。十三公社六月第一次上新，瑞典球来啦！首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球，这个球呢跟漫画里面一样，是根据瑞典的国旗来设计的，整体的配色是蓝色、黄色，然后前面有一对眼睛。我们为这个球呢专门配了一顶围巾头盔和一把围巾的小锤锤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然后呢，现在给大家展示一下这顶帽子，它是有两个角，前面是这个样子，侧面是这个样子，然后背面以及转回来的正面。除了这顶帽子之外呢，我们还为这个球配备了一顶超级猛男围巾头盔，先换上来给大家看一下。真讲是不是画风突变，给大家看一下这顶猛男版的围巾头盔，前面是这个样子，侧面背面就是看起来凶猛了很多。整个这一套呢，我们的售价是175。现在到我们的福利时间啦，首先是今天上新48小时之内瑞典球限时特价155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观看这个视频的小伙伴，如果这个视频点赞破千，我们就会在弹幕区抽取一个小伙伴送出这一套。喜欢的话，快点点赞、转发、评论、弹幕以及下单哦。